对前有人召唤，他给开开。嗯，完那姐姐钓鱼呢，那是啊。啊。开完以后我就点是不是啊？是钓鱼吗？独坐钓鱼台呀，这是。没看着杆儿。稳坐钓鱼台吗？啊，就稳坐哈，妈、啊、还是你有文化吧？说啥坐？我说独坐。稳坐钓鱼台呀。嗯、啊。独自稳坐。他们那边俩上车就咋不扫码？你搁门外扫去。谁要是来看海鸥了，就中午来。人家那师傅说了，连上那个老码头，完之后连上这个这边，两个地。他俩离得不咋远，能有走道能有十分钟啊。嗯差不多。你咋总找不着位置呢吗？嗯，我寻他上那边上了，我寻我也上那边上。你不是主驾副驾的吗？你忘了？副驾老忘。我这就到收银院去了。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吗？不是左边右边。嗯，咱们搁家待习惯了，最近没出来就没感受到这个车，是不是？嗯。我爸那天出来溜达溜达。那总回家就哪儿也找不着。嗯。这两天黑出去找你不搁这嘎待过吗？你还找不着？我爸能找着，你找不着我去。我，你说我干啥？我也不搁这嘎常待，我上哪儿找？走。走一个。你咋啥都管呢嘛？人家绿灯，人家正常行驶。人家有交警。人交警搁那指挥你，说你要明白的话，给你也跳个交警。妈，你要交警给人指挥，都得指挥烂套了。实在没啥管，现在还管交警呢。跟前这有一个老鸭汤，那回我跟我妈吃过一回。嗯。上这吃口得了，糖葫芦。2块钱一串。街里这边也堵车，火锅是这屋。上回吃就是这屋。啊。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等会儿把凳开开，都一样。行、来您坐着吧。嗯。来个大白菜，他这青菜都1块钱一盘。啊。啊。多大盘？小盘的肯定是。10块钱一盘啊。1块钱吧。多来点青菜。来个水晶粉，这么大个鸭子呢？啊，今天这个不辣吧？啊，还有自助小菜儿，糖蒜，这不是炸那啥吗？炸爆米花，雪里红豆，干豆腐丝儿，这是麻油，麻油来点，嗯，麻酱，葱，香菜，蒜。韭菜花，这是啥？辣椒好像，橄榄菜，什么油？辣椒油。我来三片这花，能咬动啊？这玩意能咬到？这玩意还咬不到？这花，你老姨他家乐炸这玩意。我老姨小时候上他家总给炸这玩意。真的。嗯。你看你还吃的吗？嗯。炸这玩意挺好吃的，我尝尝。啊，1块钱也不少啊，它的量。不少。嗯。1块钱挺多。1块钱是1块钱。1块钱吧。看差。青菜1块。咱整点葱花去。哎，起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搁点香菜。行。咱上回没吃明白嘛，是不是？谁当的？咱也没动过呢，那鸭子。也没吃，也没动。这个烂乎你能咬动吗？嗯、那个腿儿呢？我咬不咬得行。这儿呢，这儿。啊，这个给你。没别窝腿，别窝腿，老姑娘。那要啥呀、啊？我不要，我这是夹在这。那我先捞出来。那你靠这里吧。先捞出来。不说给我们总监补补吗？思来想去，没有啥能补的。嗯，喝点。除非回家个人挠点猪蹄子啥的。今儿个晚了。等哪天吃点这鸭子软了，是有点酸的糊的味儿哈，那酸萝卜味儿，可好喝吗？吧，还行，喝，来烫，这玩意就得趁热喝，再来点啊，嗯，这
正经得喝呢，先喝点汤，喝点汤一会儿再算。这玩意得一回勺整，整完了喝热乎的。汤给我倒饱了。嗯，香菜。你这不要啊？你这萝卜？不要。你看你不要，给我呀。我爸不吃酸萝卜。吃点地瓜土豆。高丽。白菜，白菜也扔。鸭胗。吃这肉能一丝一丝的能差不多。我妈说今天这个脚就挺好，没是像往常似的走走疼是吧？嗯，不疼不疼。你这伤筋动骨100天，你这100天都多了。我这估计来年我这脚啊就好了，肯定能好利索。他现在不是说不能走，他就是那个筋包，不是也不是筋包，也不知道说是啥，就是去看看去嘛。明天后天看看，总也不消。您说伤筋动骨100天，你指的是正常人吗？往这到岁数人，你也是正常人吧？不是，到岁数大了，他这就得跟那个年轻的不能一样。爸，正好。哦。去。正好，他是脆的，一会儿就老了。看，跟小刺猬似的。那你要吃吧，快点的。这糖就有点酸通的。我能缩了这鸭脖子，这不能吃那肉。没事，我给你妈吃点肉吧。那不吃肉那是。这地瓜好了，加了半拉的。那我捞了。漂亮吗，爸？喝点高点吧。嗯。我挺愿意喝这个汤。啊，这汤也是那啥汤。对，老爷子。嗯。他这是重庆味道呢，那重庆也不光是辣的，还有不辣的。喝点羊肉，吃点什么吗？羊肉没事，扔给得了。你看我这红油，这红油也不辣。你那是高啥高的呢？就是那高那个红油。你不说有麻油这油那油的吗？那你咋没高油呢？它也没辣呀。没高。不辣。嗯。这是干豆皮吧？嗯。以后高油煮吧，这玩意不扛煮，扛煮。油豆皮儿这是。点炸了。行啊，嗯，这玩意一会儿就熟吗？啊，油豆皮儿啊，羊肉皮儿，嗯，能咬动啊？嗯，羊肉可嫩了。牛肉丸儿，别整身上，下。都打牛肉丸，这个不是，这是假话。你这生的也高了呗，生的也不埋的。你当时说萝卜，你除非自己在网上买料，要不然自己家可不管问，知道吧？嗯，我做滑我没吃过酸萝卜，头次吃。啊。还有酸萝卜。酸豆角、酸黄瓜都吃过。他们四川好整这个酸这个酸那个的，泡菜嘛。嗯。四川泡菜。那你爸盛一碗汤，还没喝。啥没喝呢？你说我还赶热喝，好像样。哎，这有一个，给你吧。不要这个，你来吧，我这个。嗯。我这筷子好使，刷一下就倒了。那你的是真好使。你那眼神也好使哈，好使，闹眼睛了还好使，闹眼睛想吃啥上头一块找，闹眼睛就不耽误人瞅，
别听吗？那你别吃酸萝卜，嗯，豆皮儿行，来点豆皮儿。我不要了，你吃吧。啊，叫木耳菜。木耳菜，木耳菜，木耳菜，咱们没吃过这个菜。嗯，市场上有。啊。啊。好像那红薯叶子吧？不是吧？整给我妈来。哎，溜溜的愉快啊！来吧，溜的还愉快。溜的顺利，溜的高兴。啊，对，溜的高兴，溜的愉快，溜达的高兴。你看这地儿吃饭都南方人吗？是是。现在别尝了，这个是肥牛。这个青菜你尝尝。这青菜有点像黏糊抓的，贵啊这菜啊！石油新村有卖的，这个青菜一般地方还没有卖的呢。这贵不贵啊？还行，感觉炒点能好。木耳菜，嗯。你这菜别的青菜真不大好吃，还真这个好吃。要说妈你会吃，我吃多少那青菜它也没这个什么的空心菜了，有这菜那菜的，真没有这个好吃。那绿辣椒那玩意叫啥了？秋葵，有点像秋葵似的。一般都是拌着吃的是吧？不是炒的，这样的。这牛肉丸，这牛肉丸这家可新鲜了，好吧？根，不要。你爸不要那个片吗？要。嗯。嗯，吃点土豆。我阿姨不稀罕了。不要。行了，你该煮啥青菜煮啥青菜。就剩那点青菜都倒里了。那点粉丝儿。我妈着急。着啥急呀？你大长夜的，回家干啥去？大长夜的也，你搁这磨啥呀？吃完饭上体育场溜达溜达。你等你吃完饭太晚了，人体育场又散人了。12点，我完事儿就这些。今天我没买冬枣吃，往家我妈不愿意吃冬枣。嗯，她也不让你买。架不住她磨头，你一买她就磨头。这玩意咋说的？说是白给都不吃。嗯，就是啊，白给都不吃。我愿意吃。那玩意啥吃闹腾的？你不吃不等于别人不愿意干，嗯，啥都不能让你吃亏呗。那你愿吃你就买呗。不是我愿吃，谁愿吃啥就买。这不是砂糖橘儿。嗯，假的。假的。这玩意儿真有假。给吧。这家伙泡大劲儿。啊，我捞。这没事，不开火没事了。他这本身是泡我吃的，你要吗？不要不要。走啦。看这金鱼，啊，哎，还挺好。走吧。哎，这身上一股味儿，溜达溜达，散散步。我爸呢？爸呢？早干去了。他今天来的早啊，还跳呢。小树林啊？这就是小树林吗？啊。这边全是唱歌的，我爸一到这嘎达就可乐呵了。常来的地儿。常来。想给这里头，这里栽树了。栽树了。青鸡旁这老头都这么走道呗，主是啊，手一背，哈，啊，也不都擦那么多。
的电脑，放的外放，大音箱，麦克风。真专业、啊、这嘎达。不会，我爸说愿意晚上上这儿来溜达嘞，你看这多热闹啊！这少多了，以前人多。这才是正经八板的退休生活呢，是不是？啊？这人家这都有工资的呀，我这没工资的，给道帮上，给哪个马路牙旁边偷着看看。你看看热闹也行吗？我看热闹了。晚上看看得了，还得回家呀。哎，这儿好那儿好，不如往自己家好。那个明儿见，拜拜了。拜拜拜拜，回家。还有车位还挺好的，要不然回家还得找车位。真行啊，咱就知足吧。啊？那家那个小树林那唱的挺好啊，唱那个阿姨唱的好，唱美声那个是吧？人听着搁那块唱的是，人唱的味儿正、啊。我给他竖个大拇哥，完了阿姨点点头。